常欢迎您。这兄弟姐妹四个长得还真像，是太像了。哎呀，我这一回头觉得看到俩是一个人一样。一样。我们有时候外面遛弯，有时候陈都拿我当他，拿他当我。长得这么像的兄弟俩，你怎么会说他说的全都不是实话呢？因为有好些事儿都没说。雇保姆之前啊，他跟我说过一回，说要给老头弄我这儿去。嗯，我说我这儿确实没地儿。家里头几个人？有多大房子啊？100平米吧。100平米几居啊？2居。2居，现在谁住着呢？有我闺女。嗯。有我姑爷，我外孙嘛。那就是5口人了。对，5口人三代。啊，没有别的房子了。没有。刘大哥说，女儿一家三口也一直和自己住在一起，大哥两口也迫于房间不够的问题，搬到客厅里居住。这屋就是我跟我爱人俩人在这屋住。我住那床，我爱人住这床。这是我闺女跟那个我的姑爷。女儿和姑爷跟您一起住。对，我这外孙呢在这儿住。因为上3年级了，不愿意让别人的那影响。这个屋是3居室还是？对，2居室，这是客厅改的呀。刘大哥表示，不是自己不愿意照顾父亲，只是家里条件确实有限。他担心把父亲接过来不利于父亲休息。那么大哥对于照顾父亲这件事情又是什么想法呢？我现在就想给这1居室给弄过来，他要没时间管，我负责管老头。谁的1居室啊？就他的呀。为什么要让弟弟拿这1居室出来呢？因为老头一直是跟他一块儿啊，因为他这占这房子肯定有老头的股份的呀。他占的房子有老爷子的份额。对啊。是这样吗，先生？老头跟我是一直跟我一块儿。我哥，我问你啊，老父母是不是给咱们一人盖一院，一人4间房？对，我那是南房，翻盖的，等于就这进来就4米。甭管几，我那原来也是翻盖的。哎，这甭管什么几米，是不是老头老太太给你翻盖的房弄的院，你结的婚？对呀，对吧？完了，跟我一个院结的婚，对吧？是一样的吧？平米数是一样的吧？平米数不一样。那咱们上可以调查去。240，每个院是240平米。您是说每个院的平米数都是240平米？您觉得是不一样的平米数？我的平米数190平米。是指了宅基地啊？对，宅基地。宅基地。他的宅基地大。对，不大一样。你的宅基地小。对，我。咱们拿出宅基地使用证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对，一看就知道多少了。即便是你那240，您这190，这宅基地都分别谁的名啊？我这就是我的名啊。你的呢？谁的名？老父亲的。应该是父亲的。应该是你的宅基地是你的，对，我的名，你的面积比他的小，对。那么你说，他那边应该有老父亲的房子份额，是依据宅基地来说的呢，还是依据地上的房子来说的呢？他依据什么？他老头跟他一块住，他应当有老头子一块住的地儿啊。老头跟他一块住，哪怕他也是该4间，你也是该4间，但是他那4间里边就应该有老头的份儿。对啊，是这概念吗？对啊，因为老头一直跟他一块儿的。弟弟这位先生啊，你老父亲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是谁盖的？老最早是我父亲，完了以后我又翻盖。最开始，宅地上有几间房？最早是3间，后来翻盖完4间。这些事儿都是你做的？嗯。你出资的？嗯。老父亲知道？知道。当时也跟你一起住？嗯。带着什么拆迁的手续来了没有啊？有吗，大哥？我不知道拿着没有，拿着呢。嗯，一会儿让他手的。您有吗？您手里有东西吗？我这有购房合同，能拿给我们看一下。您带来了是吗？这是一份材料是吗？刘老师，您先检查一下，看看这都里边有什么。拿过去，把你们拿过去给那个住店律师给专家看看。2001年拆的是吧？对。刘家两兄弟分别把当时房屋拆迁的一些材料拿到了现场，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解读这些材料来还原当年的拆迁情况，以此判断是否如大哥所说的有父亲的份额。先问问弟弟吧，就是今天关于爸爸这个赡养的问题，您觉得和当初这个房子的拆迁有关系吗？没关系。您觉得没有关系？嗯。好，同样的问题问问哥哥，跟当初的这个房子拆迁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你们哥俩怎么会为老父亲应该住在哪儿而发生分歧呢？因为老父亲一直跟他一块住啊，拆迁时候也跟他一块儿，那户口这一户口多少钱全给他了。嗯，您认为他应该拿出那个一居室来让老父亲住？对，父亲给我盖了四间房，我到现在赡养着。老父亲给你盖完房，给你结了婚，娶了媳妇，你到今天赡养一天没有？我问一下这个大哥，就算老父亲有一间自己的房屋，父亲现在要求上你那儿住有问题吗？没问题啊。那你为什么要要求父亲非得在他自己的房屋由你来照顾呢？因为我这没地方住啊。你能以没有地方就拒绝照顾父亲吗？你觉得这个理由能说得过去吗？你们俩一再说父亲的赡养跟拆迁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弟弟的房屋里面有没有父亲的份额跟你们之间的赡养也没有关系。现在你们在谈论你父亲赡养问题，却一再跟这些财产权利挂钩，我不明白在你们心里到底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刚才王律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对父母的赡养真的是，这是跟我们的房产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就是一间房子不得，我也应该全心全意地去孝敬我的父母。其实您讲的也不无道理，我觉得啊，说我家里可能住房比较困难，但是呢，真的我认为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反过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弟弟呢，如果您确实有这样一处房子都出租了，所以哥哥提出这一个方案，我觉得你也应该适当的加以考虑，行或者不行，大家一起应该坐下来商量，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商量。